小姐，叫什么名字啊？甜甜烧麦店。我是大甜甜，我是小甜甜。好玩，跟我们走吧。嗯，你们专门挑黄黄头发的女生吗？我是第一次呢。那你呢？哇，喜欢金发女郎，不过你是例外。超迷你通讯器，只要在紧急状况的时候你别上它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超迷你通讯器跟你联络。主角出场了。国际名导王心洁为你们取个名字，叫甜甜双美嗲。哎呦，好嗲！哎呦，嗲死人了，你们两个！哎呦，记得啊，你一定要按照我的话去做，不准私下行动。如果你敢不听话，你就要把我叫回去，把一切都告诉我爸爸，对吧？哇，突然好严了，我也担心了。小姐，叫什么名字啊？甜甜烧麦店。我是大甜甜，我是小甜甜。好玩，跟我们走吧。嗯，你们专门挑黄黄头发的女生吗？我是第一次呢。那你呢？哇，喜欢金发女郎，不过你是例外。哎呀，肚子好痛，一定是吃坏东西了。拜拜。人家都走了还放，我都快变成超级大屁虫了。你们不能想一些好一点办法让我们脱身吗？这样子很恶心哎！屎尿屁是王晶每一部电影必用的必杀技。你是王星，不是王晶，一点 style 都没有。啊，长这么丑，谁会找你们两个啊？你听着，无论如何一定要小心行事，保持联络，通讯器一定要开着。还要到什么时候啊？整天要人放屁的。大贝大贝，雷雷袭击大仇人了。在哪里啊？在雷雷洗脸中方向啊。那不是黄校长吗？你也认识那个大贱人啊？你怎么这样说人家啊？有一次我们去他学校比赛的时候，他居然闯入女生更衣室，我们要投诉他，他居然反咬说我们吸烟，还振振有词说是来做调查的。可是他向来德高望重啊。他，那我问你，他来这边干嘛？不要告诉我吧，他只是为了了解青少年的事情。那可不一定啊。要不要打赌？赌什么？赌如果我赢了，我跟你交换，你拉肚子怎么样？那如果我赢了呢？维持原状啊。不会吧！哎，那银虫常到我家来买 A 片呢，哇，真会装模作样哦。哎，哇，他还学人家什么欲拒还迎的呢？哎，但是他认得出大贝吗？我看大贝这样连他爸妈都不认得吧，更何况那银虫啊！哇，看到妹妹，我看什么都忘了。是时候该肚子痛了。搞什么啊？收不到吗？我都坏掉了。怎么了？你上什么厕所啊？你差点错过一部好戏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银虫校长都来了，你快！
没问题啊，是他们把通讯器关掉了。帅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叫朱球。朱球明明是他学校的副校长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间啊。快快快快，快点啊！快快快快，我来了！急什么，帅哥？时间多的是。哎呀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啊！你这个文采，酷呆了。我还会念《三字经》。唐宋诗、屈原律诗，还有《孙子兵法》，你要不要听一听啊？当然要啊！你真是个大才子。不过，先去洗个澡。哎呀，真扫兴啊！哎，我跟小丽天最怕狐臭了。快去！啊，那我们三个一起洗洗啊！你先去洗，用力一点，香喷喷的。等会我们去帮你擦背。有你的小鬼啊！那我先一起呀、啊，啊我又没有说要打他们。灭人就是一人当，所有的主意都是我的，灭人是好官。那胶酱是我放的，怎么样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险？你们知不知道雅瑜今天为了找你们跟疯子一样，几乎快把整个西街翻遍了？还有你。上一次在酒店的时候，雅瑜为了不让你头受伤，把手垫在你头后面，到现在还没好，你知不知道？若不是不忍心看你两难中煎熬，不然我绝不你呀、啊，恩将仇报、啊，Trouble。放得下才有男人的味道，我不是不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会有多么煎熬，就算是我傻得可笑，失去当真得到，只要能够对你好、你是否懂我的感受，说走却舍不得掉头，让你我如此难过，为何我爱的一切没有结果？朱亚云，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